听说您还带了第一季花少我们的旅行箱。对呀、啊。那个在哪儿呢？哦，在那儿呢。我们看一下那个。对对对。展示一下那个。快看，《花儿与少年》，张凯丽。这个也是没那么清楚了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。其实在这次这个，哎呀，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无时无刻不回忆起第一季啊，每个人就像过电影似的，那些情景都在脑海里，都在眼前。我们的背包已装满情郎。非常的想念他们，我不会忘记老朋友，也愿意结识新朋友。我相信这一季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。这一季花少，你们将会拥有一个房车露营的移动新家，你有没有为这个新家准备什么礼物呢？画了其实是七个花瓣，也是七个小人儿，就希望大家自由自在的玩耍，像花儿一样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用得上，可以挂在帐篷上。这个是大小不一的桌布，我们旅行的时候把它铺上，可能会有家的感觉吧。我呢准备了保温杯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们去郊游一天的话，还是需要及时的喝一些饮料，补充一下身体的能量。这是一个防护手环，就防虫蚊的。就特乖，还有指南针，不怕走丢。我带了一兜子葫芦，送给大家。葫芦是保平安用的，箱子里头放一个，是吧？我们这次露营。